中华人民共和国秘书长达格哈马舍尔德和随行人员六人，在1月5日下午乘飞机到达北京。赴国际司司长董跃谦、交际处处长王卓儒等机场迎接的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副部长张，各国驻华使节和外交官员也到机场迎接。 在座的还有联合国秘书长助理艾，在5日下午50半举行酒会，欢迎哈马舍尔德先生。会谈时在座的有外交部副部长张汉夫、外交部部长助理乔冠华、外交部顾问。